转头看到郭董终于来了，韩国瑜迅速起身，双手主动伸出示善意，腰弯的比一个头还要低。身为国民党初选参选人，又是港都东道主，韩国瑜客气程度再破表。那老板一听到主持人 Q 上台，韩国瑜第一个动作先拉住郭台铭手臂，示意上台，而郭董也毫不犹豫，霸气向前迈步。而后头的韩国瑜还没完，再把朱立伦也送上台，确认大家都已经没问题了，才把自己垫底上台。上了台，韩国瑜也不把自己放第一，手指先是比比自己，穿过周习伟、张亚中，一路往最边边退退退。被工作人员从角落拉出来，韩国瑜一个箭步后，手又马上拉着郭董手臂，请他往中间换。瞧啊瞧，就这样瞧了两分钟。即使昏了，也不忘韩式幽默。好啦，别昏了，通通照抽签顺序就定位，一二三四五，拍照政治学，漏网镜头全都录。韩国瑜的礼让低调，从穿搭也能看出来，一身招牌庶民蓝衬衫，对照其他参选人的西装领带，韩国瑜照样展现一贯的接地气。谁真谦虚，一路礼让；谁好霸气，以自我中心。每个人的真性情，幕后漏网镜头展露无遗。记者董俊、陈月、SN 小组高雄采访报道。